五月梅雨季不止衣服呢不容易干，有没有发现浴室的毛巾用久了还有臭臭的霉味？其实呢，这是因为汗水油垢就这么附着在毛巾上，特别是浴室的环境湿热，容易造成霉菌滋生，因此毛巾就会发出臭味。现在家事达人要教你简单的除臭法，像是呢毛巾能够浸泡白醋水，或者是那个小苏打水，或者还有个方法，用熨斗前后烫一烫，高温杀菌就能够有效除异味。七年用的毛巾拧一拧就挂上浴室，可是浴室潮湿的环境时间一久，恐怕会让你的毛巾上涨，臭臭黑黑的。霉菌在里面滋生呢，就会很快速，再加上温度一升高，然后霉菌也长出来了，味道当然就不好了。大概是150cc 以10:1好的方式呢，加上白醋。水和白醋比例10:1，浸泡20-30分钟，搓洗后晒晒太阳就能帮毛巾除臭。尤其夏天家里开冷气，都会关上浴室的门，浴室不通风，毛巾容易发臭。我们要煮这个抹布的或者是毛巾的时候，不能用小苏打粉以外的清洁剂。实际测试拿一条脏毛巾剪成两半，其中一边放到小苏打水煮，不到5分钟，煮过的毛巾污垢明显减少，颜色也变亮。熨斗的高温蒸汽也能当作毛巾消毒，夏天不少人喜欢在脖子上放一条湿毛巾消暑，不过一般棉质毛巾沾湿只能维持短暂的凉凉水温，覆盖久了反而更热。现在的温度的话是48.8度左右，马上就变成25.5度了。毛巾温度瞬间下降20度，标榜冰凉舒适的凉感毛巾成了抗夏新宠。不过夏天毛巾使用率高，不管是功能毛巾还是传统毛巾，都应该定期清洗消菌，保持良好卫生习惯。记者夏君成、邵玉敏台北采访报道。